刚才的事情最好别说出去，特别是对红叶。哎呀，安了安了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嘛。不过你下次可要还给我哟。啊？还你什么？刚才在厕所被你看见我的宝贝，所以下次换你让我看你的呀。对不起嘛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只要红叶没听见就好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把人家的脚脚弄断了？反正很快就长出来，不是吗？有马耶。啊，那是小鹿男，不是马。哦，是鹿呀，听起来好弱哟。我全都听到了好吗？哦，鹿会说话。志友，树下那位是谁啊？他是妖刀姬，除了强者他谁都不会靠近。同学，你的六号真扭掉了。冲呀！冲人呀！我们来加油！那位是大天狗，跟你一样是个超级大笨蛋。我有。旁边的是轻型灯，是我们班的。再吹啊！那边有个老伯哎，他叫两面佛，被留级了好几百年。不知道几时才能毕业，成为真正的 SSR 呢？哎呀呀，姐姐的小鬼看起来都好强啊！阿伯，要不要来点咸鱼？右边那位是荒川之主，长包鱼塘的。那位是炎魔，听说很爱欺负人，所以别太靠近了。好无聊，好无聊。小黑、小白都在隔壁班。喂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志友，你看，牛粪插在鲜花上。哎，怎么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怪怪的呀？是吗？你插呀。